老孙一定打扫干净，哎哎，绝不遗留后患。哎哎哎！快跑！快！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？孙大圣，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？我师父又遇难了，不知何方妖怪把我师父给掳走了。那妖怪他有什么本事？哦，那妖怪会喷云吐雾，叫什么九头元圣。啊，这个我知道。大仙快讲。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，名叫九头元圣。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天尊，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。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？快去认个错吧。快叫你那孽畜把俺师父背出来，快去。老孙走了。金砖布满奇缘啊，黄金布满地面，到底是师傅读的经多，知道的也详细。找什么呢？是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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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入场，我自有办法救你。陛下轻慢贵客，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，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？对对，我来穿吧。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？我穿。大师兄，怎么样？好，别让师父烦恼了。既然公主看上了师父，你就做他驸马，在他国中享受荣华也罢。不空。别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师父，圣旨下。我说着啊。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多谢陛下好意。师父珍重，徒弟们走了啊。走。师父，你就在这宽心享乐，等。你们这是到哪儿去？师父，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？你们这师父，俺老孙去打探一番。好。不好。大师兄。猴哥。八戒。猴哥，沙师弟，上哪儿去了你、沙师弟，果然不出所料，那公主是假的啊！不知是何方妖孽，正逼着师父成亲呢。悟空，请哪儿跑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原来如此。大头兄。去呀。是啊。师父，你瞧，这是正路，正路啊。师父，没事儿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啊。那我回去了啊。八戒，什么？有人唱歌。不，你没听见，无底的船儿，好普度众生啊！师父，我们来了。师父，往常到了假境界、假佛像处，倒要下拜；如今到了真境界、真佛像处，你倒不认得了。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。
依你说如何传呢？哎，你说说看，什么规矩啊？哦，人事。嗯，师傅，什么叫人事啊？拿来，拿来。啊、来了，菩萨戒经一部，116卷。先生，你接着。好好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师傅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呢。哎。八戒，师傅若像你凡心不死、色情不泯，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？师傅，这经卷上并无半点自尊者，祝你是。悟空，如来，我们和师傅受尽千折万磨，从东土来到西天，谁知阿傩奇。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，望我佛如来依法。如来老爷子，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。弥勒佛祖，你笑什么？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。孙悟空。孙悟空，你一路降妖有功，有始有终，加封你为斗战胜佛。多谢佛祖，多谢佛祖，好好，多谢菩萨。凡事自有定数。你的记性有些不好，就师父。天一放晴，快打开晒干吧。嘿嘿，师父，不妨事。天地本不全，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，非人力所能为也。我们已经回来了，我们已经回来了。